我的名字叫方丽萍，四四方方的方，美丽的丽，扶贫的贫。今天谢谢你们，今天给我那么好的机会。今天我们讲一个钟头，我会缩短，所以留一些时间可以问问题，可以交流交流。我是台大龙医师64年侨生进来龙医师读书的，68年毕业，所以我毕业明年就是40周年，好可怕啊。然后呢，所以呢，我的年龄就是跟台湾的龙药一样的年龄，一甲子啊。所以我猜我们平均年龄差不多，所以看听这个故事就可以回忆一下过去台湾几十年农业当中龙药的一个发展史。这个书是我写的，我去年花了8个月。为什么要写呢？就是台湾的资料都是 piece by piece， 一篇一篇存在在不同的角落，但是没有人整理。过了10年20年，都我们下一代一篇一篇就会一篇一篇就会没了。但是台湾写书是一个很笨的一个对个人的投资吧，因为市场很小，然后主题也不是很讨好。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龙药界做了40年，然后我的背景是台大龙医师，所以我觉得一定要 do something， 要为了这个历史，好像司马迁对不对？我就觉得好，我要我们不论他这个龙药在台湾的功跟过，但是一定要用数目字留下一个轨迹，让下一代才可以研究，也许才可以跟你们那个季永植教授的理念完全一样。做了一些事情一定要水过无痕啊。好，这个是我画的画，因为我现在已经比较多时间就跟我们老师蔡老师一起做了个译文的创作了文创方面。然后这个书叫龙药在台湾一甲子然后人生有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神婚都是有不同的嗜好，你做不同的事所以我的年龄还有我们台湾的农业都是走过60年了。然后经过春天秋天到秋天的时候，很明白平淡的日子不是理所当然，然后少种知识就是必然。为什么？因为我写这本书之前，我的老师蔡老师还有我的妈妈大病初愈，我觉得我要很珍惜来平安的日子。他们有什么事情的话心情都打乱了，你根本不能做任何事。所以呢，奉劝各位，你想做什么呢就赶快去做，好好的做下来就是我们的福气。然后因为这个理念，因为想将树木剂整合在一起我就完成
这本书，然后我就是香港出生的，我民国64年来台大读书，很快乐的过了4年，就在这边，然后一直都做农药，然后不过我最喜欢的我的角色就是画家，因为为什么才能够做一个家哈？你的作品要超过1000个、10000个，你才能够做家。我觉得我每天都画，我猜我也可以。画家有好的有坏的哈，好像我们老师做的是创作，我做的是习作。Anyway， 作品也够多了。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是我蔡老师，谢谢你们给我们老师鼓掌，因为没有他，我就不能创业，还有不能够画画。然后这个是我的书里面的。那个老师的插图，还有老师的书法，老师是书法家，他是西大美术系的老师。然后我这本书哈，回头我这本书的内容，你们很无聊的时候就举手哦，好不好？听不懂我说话更加要举手。不过我肯定你们不会睡着，因为都听听看这个欧巴桑到底在讲什么挖沟 ，OK？ 然后我在台湾什么都学会，100%台湾人，但是就是。台语不会讲，国语讲不好，这样才有特色。所以人家出去都说：“哦，你是外籍新娘。”好。然后我跟老师出去，人家还说：“你要骗老外的钱。”然后，第一章，我的书一共有5章哈。第一章就是重要的知识，农药 agrochemical 在台湾的重要的发展。不过这个。农药我们天天听很负面的听，实际上它只有60多岁，很年轻的一个产业。假如你真的是一个很古老的产业，很难用一本书来表达。但是它只有几十年，它从工到过到以后的发展都可以记录下来了。然后第一个就是例如什么大老板啦、什么时候。创业啦，什么时候从国外引进农药啊，都会一一写下来。第二章就是台湾农业概况，因为有些 data 就是说，我们的自给粮食自给率有多高，然后我们的占 GDP 有多高，你会很惊讶。35年，我手边有的 data 一直落的无重量的下垂的。然后到第三章，因为农药实际上我们在台湾也举很多，只有已开发国家才有做农药的一个能力吧，例如美国、法国，还有他们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会有一些那个化学上面的一个研发，他才会有这个背景。所以例如日本啊，可以屈指可数，例如大陆，它可以 copy 农药，它不能研发农药。但是大陆很聪明，它就去年将全世界最大的农药公司买下来了，这样一气到位。我猜它也很聪明，因为你还是一个以农立国、10几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吧。所以，国际，然后，我们。2016年，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的原因也是合并很多，它会改变一个大环境哈，整个世界1/3的农药来自大陆，不管来自，也许它投资在美国，但是所有的基金很重要，1/3。所以你不喜欢大陆没关系，你一定要明白它，因为。在农药上面，它就是举足轻重，然后第四章就是 local 的台湾农药农业的工业，在这几十年，从雨后春笋，然后到百家争鸣，然后到寸步难行，然后董事长也给关起来 ，OK， 这个是第五章就是台湾农药市场。就是说我们过去35年它的起起落落到2016年，但是我这边也有讲2017年一些 data 哈。所以我这本书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形容词，但是都是有数据。我们的数据
为什么会？因为我以前在外国公司上班嘛，我有当总经理。公司就说哦，好，你的市场，一定的嘛 ，market share。我以前说51%，也许巴西服的人说41%，也许谁说61%，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但是都不重要。因为我下定决心，我每一年每一年我都做功课，总有一个人过了3年，他就会跟着我的资料走，对不对？人有惰性嘛，所以一定要谁站在舞台上面够久了，那个就是你的舞台。我耕耘了20年，所以我才有把握要去写一本书。你不需要写一个准确的数目字，但是你的数目字看出一个 tendency。起跟落，你不要在意现在我农药市场是51%还是81%，那个不重要，而是你在过去几十年你的量跟你的重量跟价值的一个趋势，你才晓得未来，对不对？例如我们去年2017年农委会主委就说我们农药要减半 OK，好像我们体重一样嘛，我放你瓶60公斤，我减半就变30公斤了，不可以说随便说减半，你要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边，你现在的状况在哪边，你能够改变哪边。所以主委说减半，每个人都拍拍手，但是10年2017年跟2027年就10年，现在已经过了1年了，但是去年的农药的量跟金额都是增加的，但是我这个资料都没有对外公告，因为很不舒服啊，公家机关会很不舒服。但是 anyway， 我们就看看我们的 tendency。OK， 这个就是5章，从一个大环境到一个农药的市场。OK， 可以吗？不要睡着了哈 ，OK， 这些都是我画的画哦。然后好，数字哈，60，以数字陈述历史，为什么呢 ？Piece by piece， 将它整理就会变成我的一本书。OK， 我真的很鼓励你们，每个人都写一本书，写书好简单哦，我跟你讲。然后就去那个拿那个自己可以出版书的、哦，现在不像以前戒严啊，好难哦。所以你不会出书，我一会儿给你们书签，我有电话，好简单。然后你就可以有国家编号，以后你就说我自己是作家。然后你要插图没关系，我都出马老师跟你体质 ，OK。然后好，第二个数目字啦，就是年代，40年代，40年代的时候，我就是我刚出生哈，然后。就是农药引进，从美国、德国、法国引进一些样sample， 例如 DDT 就是第一个的农药，在全世界应用的最广泛，那个叫 DDT， 我们就是投石问路，哈，然后投石问路之后，你那个什么很多病虫害啊，以前都是。影响农民的收益的，现在都改变了，终于就变成雨后春笋啊！因为国家会辅导你嘛，所以国家有辅导民营的、公营的，一共有10家公司吧。这些公司都没有了，中国农化这些民风都没有去合并啦，也去在市场太久了哈，就淘汰了。但是这个就是。50年代的时候，雨后春笋。然后到60年代的时候，我就来台湾读书了，对不对？所以呢，就很多的，国内、国外、日本，因为国内就50年代开始了嘛，60年代，例如，Bayer， 你记得吗？我猜你们跟我年龄差不多，在那个火车站前面有那个霓虹灯塔。就是 Bayer， 他就是在台湾，很早深耕台湾，所以后来例如 BASF 啊，他们来台湾也是要借他的力，中德公司来做代理。后来因为
慢慢慢慢每个人才自己独立出来开分公司。他刚刚开始就是等于外国公司的头十纹路了哈，但是 Bayer 就是一个先锋。然后日本呢，因为日本的关系是我们有殖民嘛，所以很多以前的员工他的老板走了，但是他们有感情嘛，所以他们就会给他们的员工一些代理啊什么，包括日产啊、利隆啦、三利啦，三利这个就是后来的年年春的代理。所以呢都中国等于说一个公司多了，国内国外工厂对不对，它慢慢就会有工会。所以都工会成立的时候，刚刚开始只有9家登记，后来就有16家实际上在运作的工厂啊公司，这样好就是百家争鸣。然后你看再过来60几，我读大学的时候就乱成一团，这个是我老师画的，你看，八针对不对，老师？都十全大补汤，都自己忘记自己有加哪个药，没加哪个药。这个是真的故事哦，因为我以前在德国上班，德国公司上班叫仙岭，老外都会一起来去市场嘛。哇，看到一个农民，不是开罐子就是撕那个铝箔袋，然后一堆在那边，他们都说 cocktail， 他们觉得很惊讶。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东方人也去亚洲人的一个方法吧，三餐打了可以防止抗性，然后杀虫杀菌肥料5-6种加起来，然后那个农药店也有赚头，然后那个农民也心安，然后呢你给他那个没有味道没有颜色的他还不高兴，因为他觉得不够毒的不够强，药效就不够好。因为我以前第一个公司的老板还叫我去那边，你晓得在那个什么树啊，老师，树林啊，很多化工厂的嘛，在我们公司就买，不能讲，还是买一个萨满机。他说方丽萍，你呢就去树林去帮我找那个染色剂，它浅黄，然后它变深黄，这样就会觉得很有力。所以这个都是我走过的路，这个是真的。然后你说味道好像我们现在做安全农药，无色无味无臭，农民用了觉得没有用到农药，他晚上睡觉也会不舒服，对不对？但是慢慢要改变了，所以这个就是立法。乱成一团了哈！立法到1972年，这个就是我们的分水岭。1972年就是我台大毕业了，然后就农药管理。所以以前都是暴力，很乱，但是黑的才好赚嘛。等立法就是一个分水岭了哈。我算是农药的尾巴吧，好赚的尾巴。等于我去打工，那个老板，每个老板都很快乐。然后呢，很快乐的老板，他才会有学会，学会要钱嘛，就会成立。杂草学会，我记得杂草学会是陈玉玲老师他办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台湾有年年春，年年春的老板一年卖2-3千吨年年春，赚很多啊，对不对？我一掏出来50万、100万不是钱，但是呢，过了30年，现在学会都很穷，因为已经没有大老板了。所以呢，1978年就会有杂草学会、昆虫学会，这些都是老学会。后来慢慢有那个杀菌的，也许植保的，哈，这个是一个指标了。然后不过好景不长，到1984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尤利卡白，我猜你们都知道吧，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等于40年前农药进来都50年不到，40年都好光景了哈。怎么晓得尤利卡白一个爆炸死了好多人好多人，几千人吧，受伤几十万人的，很多的，等于那种
青啊，一个很毒的一个农药嘛哈，对，氰化物，然后就是你看它就在印度，然后那个尤里卡巴，然后就外泄，就都那么严重，所有人在这一下啦，1984年才真正的一个分水岭，就是说公安劳工的问题，还有环保。国内国外通通都醒觉了，但是假如政府要环保，你有公安的话，整个产业就要重新洗牌了嘛，就等于大陆。哎，我们那时候也差不多时间了，2000年左右去大陆，因为大陆我要赚钱嘛，好 ，OK， 我是全世界的一个垃圾场吧，好 ，OK， 但台湾也很多厂商要去。发展啊，因为台湾很多法规了，但是现在大陆不行，我不要这些污染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好了，题外话，好像我们很多保特瓶啊、废弃物啊，大陆都不要了嘛。我们台湾就一直说，我们好厉害，两个保特瓶可以有一个的赚头吧。我觉得那个赚钱太辛苦了嘛，大陆人都不赚，我们台湾人用我们的水、用我们的电才可以回收一个资源。嗯，我不知道，我觉得，政府不能太美化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感觉。这个就是大陆现在，我们要2017年到2027年要减少农药一半。但是大陆比较保守，只敢说零成长，零成长就很伟大了。还有他们很有魄力，不能卖的一个月之后就不能卖了。然后到1984年，我们的行政体系也要整合了，因为农药你有法规，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有商品检验局啦，就 QC 啦，也有农林厅啦，然后也有后来。1985年有药毒所啦，1984年整合变成农委会，还是多头马车啦，哈。到1998年，然后我们就真正有防检局，现在就是管我们农药的最高机关，因为都整合了，农委会属于，法政也属于他，所以他就是管我们农药的最高机关，现在的。局长是冯海东先生。这本书很好玩哦，你们有看过吗？然后我上去哈，以前哈都免费的，后来我上网看了有好几千块了。所以啊，书我跟你讲，不要乱丢。我从台大的书哈一直留到下来啊。我们家每次要装潢都说要丢我的书，我说你们什么都丢，不要丢我的书。然后上网二手书哈，随便一本书都本2000块哎，3000块，也许没有人跟你买，你就很高兴，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啊，我好有钱啊，所以不要丢掉。然后到1999年哈，然后就有一个，就是整合了单一窗口的这个行政的东西。你们想做农药再问我，我会叫你了哈，不重要。但是1999年也是一个 milestone， 就是。大陆农药原体核准进口台湾，等于一直以来我们农药都不能从大陆进来的，到目前为止成品都不能从大陆进来的，但是1999年原体可以从大陆进来，这个也是改变台湾的农药的数据吧，因为你很精啊，然后价格有竞争啊，他们的品质一直在改变啊，所以你们用的农药很多也从大陆来的，但是没有成品，一定是在台湾加工。所以你看哦，这些数目字哦，假如不写下来哈，翻箱倒柜才有一个数目字。所以呢，我写这本书哦，假如做农药的人买我一本书哈，他就可以出国了，绝对经得起考验。然后2002年就是迈入另外一个阶段，因为 WTO。然后开始收根，所以等于说你的法令越来越严，然后农药原体又从大陆进来，然后到2000年之后又有 WTO， 所以
所有的因素条件都是对农业农药是越来越难赚钱的，越来越难有它的舞台。然后2006年，因为孙元璋教授就觉得农药太泛滥了，然后又训练一批人，因为第一个植保医生是佛罗里达吧，大学吧，然后他就跟着那个脚步哈，然后现在训练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嘛，所以他们一直以来就希望做农药的人，也是卖农药的人，要有一定的学位吧，也许证件吧，但是因为卖农药是很多人，我们现在卖农药的人很多，因为有数据，所以那些人也要保着他的饭碗啊。所以但是在农医学上面也是医药分家哈，所以很难厘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法令说植物医生才可以开那个处方，还没有这个法令，也许他人多就会吧。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没关系。2010年也是一个指标，因为我们2010年以前的委托实验都是改良抢救的，我们给钱，然后公家机关帮我们张罗。后来2010年不行，你自己要去张罗。但是刚刚开始很痛苦嘛，因为你没有规范哈，规范不清。但是慢慢，经过10年，现在也可以啦，什么人都是适者生存啊。即使现在一个小公司不会去再投资在一个新药上面啊，因为需要几百万啊，需要好几年啊，只有外国公司还有那个能力。但是我猜外国公司也是很难，例如大的厂商，人家国外一年登记一个20个药，我们台湾顶多登记1-2个药，所以台湾有它的危机嘛。你旧药越来越老，新药法规太严，台湾那么小，我花了几百万，然后我的 data 国外也不见得有用，然后 copy 的药8年又出来了，然后大陆 copy 的又很快，所以它也可以，它不能够大陆进口，但是它可以经过越南进口啊，换汤不换药啊，所以在台湾的话，新药越来越小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政府也会警觉的啦。到2017年哈，你就会觉得民意领导专家那个是台湾的趋势，专家说话太小声了，农市民讲话抗争的人很大声，环保团体很大声，所以我很不喜欢跟绿色团体吧用我的资料，因为我觉得我写书的初衷是记录历史，我写书不是为了修理某一个人，修理某一个事，我觉得绿色团体的人不能用这样观念去用别人的资料，所以，但是问题也很糟糕啊。2017年有那个佛派瑞，等于说专家说我可以用在茶叶上，我可以提高那个农药容许量，那个市民那个什么立法委员说不可以，你害台湾。人家都不可以，你不可，我们就不可以。哎，台湾人，人家外国人没有茶叶，对不对？当然，那些专家他还是为了我们好嘛，好吧？你的民意领导专业，他唯有放弃他的原则，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台湾的趋势嘛。所以我们进来了另外一个阶段了 ，OK？ 树木制还有。还慢慢讲，你们累不累？不累哈、哦，好听的举手。哦，好，这样我继续啊。好，35年呢，我的资料是1981年，因为我很喜欢资料。我跟你讲，全台湾人很少人能够做出35年的资料，因为我才做农药40年哦。因为我什么都丢，但是我就不会丢我的卷宗有数目字的。然后。1981年我们的 GDP 就从
35连城7.35都1.81，所以就跌了很多了吧？我们的 GDP 现在2% 不够哦，所以随便一个，我们的农药行大概81，所以随便一个晶圆厂，台积电一个厂房就比我们大。最近台积电要去台南投资了个风车厂，风车哈，3000亿，3000亿，我们才80亿，他一个厂哦，在竹南那么小的地方，欢迎你们来竹南玩，我带你们去买房地产 ，OK？ 然后，这个就是粮食自给率，然后从1981年的40%都升成30%，所以成衰退24%，所以我们的70%是靠国外。政府的年纪在即要提高这个数目字不容易，因为台湾哈，什么跟着有七天嘛，老师哈，本来一家地，变每个小孩3分地，再变他的孙子1分地，再来了一块地就好几十个人，所以例如那个大地。对，谁敢啊？台湾你敢给那个人？台湾的地哈，谁都不敢给别人，因为有那个经验呢。什么？因为有去改那个政策吧？我觉得理念是对的，但是台湾人很难说我的地给别人，人家说我怕拿不回来，对不对？每个人就小孩都去台北了，也不管那个地了，也。不会为了那一点钱去烦恼了，所以呢，这自给率是很低的台湾。然后好多耕作面积，你先看耕作面积，再看农药嘛哈。耕作面积就是说，台湾的土地会越来越小嘛，因为要开马路啊，要盖房子啊，哈，要很多的设备。台湾过去35年，土地的减小是12%，等于耕作面积小了12%，但是呢，它有主要的作物嘛，对不对？你看蔬菜会列出主要作物是什么，它就会跌了48%。所以呢，那个一个叫做什么临界一个 cut point 就叫1997，因为它有 WTO。WTO 是1998、1999的时候，因为他要先准备那个休耕，所以休耕的时候是李登辉的时候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看减少那么快。我跟你说，你看一条高速公路台中嘛，从那个叫快速道路啊，以前都是农田啊，现在都是从化区啊。我妈妈90岁了。他说他从香港以前回家乡东莞都坐车就可以了嘛。我妈妈说现在的人都不用吃饭，对不对？都变成大楼，他说小的时候都是水稻，现在都不用吃饭。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个数目字，我们用2016年先看全世界嘛，才来看我们台湾嘛。全世界的集保产品，因为它比较广泛嘛，不能够说农药哈，所以集保产品就差不多20%。然后在未来5年哈，这一个会维持小幅下跌，但是生物农药跟精准农药是上升的，这个是一定的趋势嘛，对不对？跟台湾一样嘛，政府会辅导嘛。不过说哈，越南啊，它好轻哈，有机农药等于生物农药，好几百个，你知道他们吗？怎么可能？台湾啊的生物农药只有苏力菌、孤丑杆菌，算出来没有5个，但是呢，越南那么多个。后来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多的对生物基金，因为他连那个叫做什么
拜尔那个，我才想到，它有些化学农药啊，它也拨到那边来，所以他们的树木是很，他们等于比较松绑，我们的很严谨。也许他们的20种，很没200种，对我们来讲都是农药，都是化学的，因为它的定义的问题。然后好，这个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农药公司 Syngenta， 然后这个是 Adama， 这两个公司都完全给中国农化收购了，是2016年的事嘛。然后这一个是中国出口的资料，37亿美金 ，OK。所以呢 ，Syngenta 跟 Adama 跟中国出口的农药，以我自己的一个 rough 的一个计算，它占全世界一个农药生产链里面的哈1/3，很多哈、哦、很多。所以因为你看巴尔什么都合并啦、啊，什么我也是合并的受害者，我一生人，乘风破浪在那个合并当中，终于呢就失业，我有创业。然后好，所以呢这个是过去几年吧，2015年 FMC 收购科麦隆，2015年，然后2016年，这个也是沙龙达，就是大陆的那个中国农化嘛，然后就阿达玛，然后2016年就买新娟的，然后2017年，杜邦跟道两个很大的公司合并在一起，不是农药哦，是所有东西合在一起。现在已经完全 settle down 了，完全运作的。2017年，拜尔将蒙山都买下来，然后拜尔是我以前公司卖给他们。总之，农药就是一直在洗牌，一直在洗牌。好，因为但是问题是，大的。农药哈，大的农药，主要的农药应该讲很多都有问题，例如，巴拉瓜很多都要禁掉啦，还有那个是连连春，啊，还有桃西松，还有迅猛莱普，不晓得那些农药禁了怎么办？因为加起来哈，占我们农药最少30%，啊。然后这个就是从全世界看完了嘛，对不对哈？我们就看我们台湾的市场。过去35年，我们的量增加不多，只有13%，但是我们的金额增加了158%，从33亿到85亿，今年不止哦，2017年不止哦。现在它增加当然有很多理由嘛，第一个就要给淘汰。新药的研发费用高，因为研发一个新药最少60亿台币吧。然后，通货膨胀，然后我们消费者要求的食物越来越精致，啊，所以很多的理由，但是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台湾的农药还是用太多了。还是用太多了，因为它的单位面积是比起国外，我猜比大陆低吧，但是比一些新建国家是来得太高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台湾的，因为你看这个就是，在台加工的，这个是在台加工的金额，等于说。在本地的农药是没有增加很多的，因为它，进口的在增加，本地的是稳定的，所以实际上在台湾农药也不好转哈、啊。所以这个就是排行榜，从兴隆、Bayer、Syngenta，这个有包括 local 的，有包括进口的，走一个总数就是85亿哈。啊这样，但是台湾的规模太小了，所以例如我们说，要求你环保，要求你研发，实际上台湾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台湾那么小哦，工厂是11家，然后国外的龙药工厂已经只有1家吧，独棒吧，然后所以整个的那个经销商还有那个小卖店密度都很高，靠全台湾一共有3000多家不同的角色，但是它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法人吧，单位吧。所以你看在台湾为什么它不能够好好的生根也去研发，就是因为基本额太低，全台湾的一很少钱，随便你们都有1亿，对不对？1亿以下有一半的那个基本额农是加工工厂哦，它不是那个贸易公司哦，然后3亿以上的就8%，算得出来嘛？兴隆、汇光，对不对？几家公司而已啊。所以规模不大，然后台湾的农药店密度太高了，云林、彰化这些地方百家争鸣，农药啊，就杀价什么就这些啊，因为你太密度太高了嘛，一条我看一个里长就要管好几家农药公司了，农药店了。好，这个就要我很爱画古厝，我在台北不会画，因为来到南部哈，竹南很多古厝，它流失的很快，所以下半年吧，我会好好的去用书写哈，将竹南的古厝画下来，然后。你看哦，别的都不看，跟你我有关系的这个树木枝非常可爱。每一年，每一个人承担农药的金额是365块，等于你每天1块钱，很准确，每天吃农药1块钱 ，OK。然后重量1.9公斤一年，但是它的有效成分410公克，这个跟防疫局的资料哈，不会很脱轨，不会很离谱，因为这个都是一个趋势嘛。然后农民当然更多了嘛，农民比较小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数目就是每你很简单，每人要花1块钱在农药上面。今天你们有所得哈，知道你们每天要吃多少农药 ，OK？ 然后。每公顷负担农药的金额，这个就是平均的农药哈 ，OK， 但是它也是会增加的，好像我说有通膨啊，你用的新药啊，农民的密度啊，还有抗性啊，很多理由。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现在新药登记不易，旧药给淘汰，最好的方法也是政府要最费心的，就是。那个叫做什么抗性 resistance、哦、你怎么去将农药好好的用，不要乱用，不要等它有抗性发生。实际上我觉得农药是一个公有财，它花了几十亿是我们人类的资产，你一直用一直用它就有抗性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啊，在农药在外商里面最快的，以我自己的经验，最快有抗性的是一年哦，独邦的产品一年就没效了，因为之前哈、哦、农药的白药水进来，它帮你铺路了，你听得懂吗？我还没登记出来，走私的就进来了，已经用了好几年了，等你出来的时候抗性了，然后这个就是。全台湾的农药一共有537种，然后呢，其中有10种是生物农药，但是在市场上的也没几个。然后免农药测试的，等于它不一定是有机农业可用哦，但是它没有农药残留，因为很多都是那种，例如铜啊，例如抗生素啊，例如抗生素它不是。有机农也可用哦，要淘汰的、哦。例如这个，例如有些植物萃取的东西，
也不一定有迹可用啊，哈，所以这个不等于有迹可用，但是它没有农药，化学残留，但是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矿物油，然后它是有迹可用的，我们公司的矿物油哈。等一下，广告时间一分钟啊，等一下。然后呢，免登记农药最近才去年吧，有甲壳素啊，植系土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公司也有甲壳素，所以537种有这几种，这个我觉得蛮好的这个质量。我们就是排行榜 rank 固沙草，然后我是开发固沙草的人呢，我差不多30年前吧，50吨开始。然后现在是两种加起来哦，有两个固沙草哦，两个固沙草加起来，现在是第一名。还有连连圈，好像现在要看它的致癌的问题嘛，巴拉瓜已经禁掉了。所以呢，2016年我一定要写书，根本不会写了，已经乱掉了。因为有些你要禁掉的时候，人家会有库存嘛，对不对哈？好。然后我们再来就是2016、2017你们很幸运，只有你们看到，我没有上网，我到现在没有上网，我5月份我就做好了。它总共杀虫杀菌杀草都是成长的，所以总共的金额2016到2017年量增加17%，金额增加14%。所以我有做功课，你在哪边增加？它不是巴拉瓜，巴拉瓜你说，它又禁掉了，所以你也去囤积，对不对？没有，也没有太多人敢囤积，因为政府例如说2019年不能卖的话，你再卖很重的，现在那个等于说你是禁药了，卖禁药啊，是这样，划不来啊，对不对？所以要慢慢希望下次有机会哈，老师再安排哈，我再讲。下半段给你们听，为什么容易成长？OK， 好，我们就做个结论。21世纪极端气候，现在就是了。今天风好，雨好，不是风好大哦。今天，然后食安问题，天天都有，人口增加，因为现在的人啊，毒不死也死不了。你知道何鸿燊啊，那个赌王啊，他说过一句话。要死也真的很难，为什么？例如你去安养院，我公公婆婆拖了10年，为什么？高血压就给你低血压的药，低血压就给高血压的药，你管你就植物人，他就不让你死，每个月2-3万，他干嘛要你死？还有政府给你补贴，财神爷，对，他是财神爷，好可怕哦！所以我公公、我婆婆进去安养院，都我公公哦。我们一进医院就跟医生说，那个什么外力啊，不要插管那种啊，叫什么？第一时间赶快跟医生说，你记得哦，我们有签哦。你听得懂？我婆婆一躺10年，我公公在嘛，我们不能这样啊。都我公公在，我们大人已经不在了，我们这些小孩了，医生记得哦，不要救。因为要痛很久，她很痛苦，好不好？看我婆婆躺在安养院，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很痛，因为她有换那个，对，呱呱叫，她什么都不会，她没有喜怒哀乐，只有一个很痛苦，我觉得真的。所以，好吧，我们就好好的玩，欢迎你们来竹南玩哈，我们要乐在活在当下哈，然后。生物农药崛起，但是我们公司也很幸运，人家就说2000年你们公司就成立后做矿物油啊，安全农药有机可用哈。蔡老师哈，方丽萍，你们真的很有潜在，没有？那就是因为我们资本额不够，因为做农药最少要2000万哈，我们就生物农药省一点啊，所以我们就运气很好，就搭上这个便车了哈。然后生物防治农药叫 IPM。这个就是一定要做的一个功课了哈，这样你才可以没有 resistance， 你才可以将老药好好的用。然后还有国际植保大厂的并购哈，看来一个并购是会改变很多事情的。好像我们以前公司哈，一个大公司
也许你们就生意也一样，七成的赚钱的产品，你才要剩下30%就卖出去。不要什么都做，好像你去买卤肉饭哦，那个鸡肉饭不好赚，那种切下来啊，好赚的才要做。然后这个就广告时间一分钟，也 conclusion， 这个就是矿物油，我们公司绿油油、宅鱼油，然后我们有花了100万吧去登记，因为那时候比较好登记，然后也政府要推荐很多的项目，例如什么丰乳啊，什么根本刘邦啊，哈 ，anyway， 它就是一个有机农业可用的产品，然后你们家的玫瑰花。你看很久以前哦，有个人啊，在养了一个鹦鹉啊，立法委员，然后在外面的行道树后喷陶西松，他家的鹦鹉就死掉了，你知道吗？所以不能乱在家里面喷化学农药，猫猫狗狗，你看哦，喷那个巴拉瓜哈，你家的狗很容易会死掉，他不知道啊，你也没抓着他。老师有个朋友一时死了5-6条狼狗。然后我们的产品是物理即食，因为没有胃毒，没有那个神经毒嘛，就是好像一个枕头将你的鼻孔闷死了，所以呢也不能闷太大的药，太大的虫嘛，对不对？它只能够说小虫啦，红蜘蛛啦，介壳虫啦，蚜虫啦，白粉病啦，这些都是很容易有抗性的，因为它小，它的那个 life circle 太短了，所以但是一物即一物嘛，哈，矿物油可以对付他们。然后，所以呢，刚刚好，我留3分钟给我的老师。然后，谢谢你们，吉永吉学会，谢谢我的母校跟母系，还有谢谢学长，然后谢谢老师今天陪我来。然后，非常非常的欢迎你们，大概月底吧，我跟老师在联络，我跟老师会做一个文创，也许叫一田一木哈文创。这样我的理念就是说，农药也不好做了哈，应该回馈社会哈。然后我们有喜欢画图，然后老师也是一个很有哲学的人，我们就大概一个月啊，也许大半个月哈，就会做一些讲座，然后免费的回馈这个社会哈。这样，所以到时候我再跟学长联络，你们也可以来那边去开你们的会。坐火车很快耶，一就竹南，我们就会竹南，你有多少个人去过竹南？竹南是苗栗县的。你看，我去联合大学去收学分就广告的。那个老师就说台北人熟是肯定比竹南还多。竹南对你们很遥远，肯定对你们这样很接近。不是，竹南是海鲜跟三线的最后一站。所以火车很多，你讲三线海鲜，海龙海鲜嘛。竹南镇长很多推销嘛，没有推销大家。竹南有啊，竹南那个。他们要把名胜跟那个。不是。名水推销给大家。那个竹南那个是刘正红啊，他花了好多钱，你们都不看电视，灯会啊，你这放烟火吗？我们有国际烟火节，大概2年前。竹东、竹北都去过，竹南没去。对，竹南在苗栗，你们知道吗？知道。苗栗县。很多人觉得竹南在新竹哎。对啊，它是苗栗。有竹南，有竹北，有竹中。竹东。有竹东，但是竹南你们没去过，所以呢，竹南有苗栗的 shopping mall， 你知道吗？有一个 shopping mall。只有苗栗有，苗栗只有竹南有，所以呢，你们要来，不然你们再不来就会倒。不过你们不来也没关系了，台积电来了，所以我们的 shopping mall 也不会倒了。竹南是个好地方。四二三是不是在苗栗新竹中间？应该它对苗栗比较多。石头山对苗栗比较多，所以你们可以一日游，
先来我们公司，也许后来我们公司去溪头山，溪头山是个很有灵气的地方，因为他是那个什么顺法师啊，对，很多法师在那边，溪头山过溪的时候火化，没有，我小初中去那边旅行，对，所以现在还是那么漂亮啊，南庄也是观光景点，所以高在东山啊什么？对了，对，初中的时候。好，现在也可以，你们的学会的旅行也可以去那边。我们可以，我跟老师会尽量欢迎你们哈，这样子。今天我们再给老师做一个 conclusion， 刚刚好，时间差不多哈。老师，关掉它。